先生也不是您爸爸，我哪会讲这张相片藏在全家福啊？哎呦，我爱到什么时阵，我才会当阁听你叫我一声敬回？妈出事以后，尤其是清木先生的代志，竟然拢袂记了了。卖变强啦，有我代志卖想开吼，前途较好啦。我知影，因为伫生命中重要的代志，我是绝对袂放袂记。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先生，不要紧吧？您爸爸是天生气牙家，爱人甲您爸爸是刚在某下引出来。阿姨少年的时阵，体质有较歹，我生家祥，伊嘛是渣散。家祥个性嘛，甲你完全无同款。你今麦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啦？阿刁医生，当下你我婚前人，我甲你记掉的。阿明头甲彭爷母有一段情敌，当初因分开无偌久，就嫁给我，堪讲家祥是我亲生的。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大家看看哦，这八零汇款哦，得仙人跳汇款啦！你拢甲阿母阿公要甲离婚啦？你是要走倒？你拢大人大正啊，莫浪费时间伫这种所在。一定是阮招待不周，才害恁这么早就想要回去哦。亲像你这款相处百回的查某人，凭什么过幸福的日子？你上好莫拖拖刷刷，卡要我改变心，让你心白面裂。想袂到董事长甲王姐饮茶吼是一模一样。知的人也准讲你是白阿囝嘞，伊个性格看起来愈来愈亲像白阿囝。婚礼哦，拢是安迪甲艾伦家己派落去办的。顶回你不是讲，奈美发生意外当阵，你甲阿伯恁的办公室内面在讨论婚礼代志，讨论较正话。阿姨会好做好的呢，伊拢会当起来行。我手术了后，袂记得足侪代志。卖变强啦，有一寡代志卖想开吼，变倒较好啦。姑妈的心中其实就是亲母太太的，对不？因为哦，我感觉这个艾伦吼，生下无啥共呢。家祥吼，个性嘛，甲伊完全无共款，拢无真着理啊。你今麦这话是啥意思啦？恁爸爸哦是天生气牙家，你的个性哦较自由，恁比恁爸爸较好搞定。阿面头甲彭爷母有一段情敌，家祥又果是渣散，堪讲家祥是我亲生的。